尝尝这个，特意为你做的。我仔细瞧瞧啊，今天的妆容似乎有些不同，怪不得转来转去，非要让我夸你啊。秦王孙，哎，你当真不肯交代？交代什么？我一没招你，二没惹你。 你当真不认识鸟崇文？不认识。秦王孙出身秦国王室，见多识广，又博览群书，知识渊博，这区区的鸟崇文又怎么会难得到你？昨夜我是心急如焚，一时没有想到。我回去一想，秦王孙定然发现了秘密，为何一言不发？我不说，因为这件事情。 疑点重重，什么疑点？韩琼华心思缜密，传递绝密情报，怎会正好让公子羽撞上？那四个风筝，缺一个都不能成事，偏偏的奸细把四个都放在了一块儿。你是怀疑？简直像是故意让人查获。李后兰，李后兰，公子。 此举何意？李浩然，你是不是和韩琼华勾结，故意把假情报给我？公子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和殷小春，分明就是在掩苦肉计，故意引我上钩。我不得不怀疑，你早就被韩琼华给收买了。我和殷医师都是赵国人，怎会被一个韩国公主收买？那为何韩国系族会变成燕国商人？为何燕国会再次和秦国结盟？ 今日我不杀你，誓不为人。你让开！以公子的智慧，怎会不知浩然无辜？你这么做，无非就是迁怒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先杀了我这个秦国人？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公子若真的杀了我们，那当真是中了韩国公主的计谋。什么意思？韩琼华故意用风筝引您入局，让我们千方百计解除风筝之密。 又同意用密报换取殷小春，一则让您对密报的真实性深信不疑，故意制造燕赵之间的矛盾；二则制造我们之间的嫌隙，彻底瓦解我们的联盟。公子还嫌此次的损失不够大，要连浩然一块杀了吗？琼孙，你的手。我没事。 对不起，我刚才有些冲动了。公子是一时义愤，浩然不敢怪你。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善后，改日再向二位赔不是。告辞。我帮你包扎。 我没事，你不用紧张。 秦王孙，刚才是不是还有话没有说完？燕国那么快就得到消息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你是说，从一开始就是燕国和韩国在演的一场戏？难道燕韩已经向秦国靠拢？秦王孙，不必顾及我的身份。韩琼华知道公子羽心急立功，又料定你们姐妹情深。 布帛最后一定会落到他的手上，而公子羽失去了直接的证据，只剩下抓人审问意图。如今公子羽犯下大错，一定会有人蠢蠢欲动。或许挑起赵国内乱，才是韩国公主的第三重目的。挑起内乱，一场风筝局，忙坏所有人，外忧内患齐聚。 这个韩国公主，心机深不可测。韩琼华，公子，少妃奴婢拦不住啊！你先退下吧。诺。韩琼华，这一切都是你故意布下的迷阵，对吗？琼华不知道公子在讲些什么。
不要再给我装模作样了！我早就该想到，你是有意让我捡到风筝，你是故意想害我。公子，你弄疼我了。你这毒妇，处心积虑地进入赵宫，挑起燕赵的矛盾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还不简单，给瞌睡的燕王送枕头啊！ 你果然承认，但是我真真的不明白，挑起燕赵反目，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？难道你们韩国能坐收渔利？好，你且等着，我会将所有的事情都禀报父王，我甘愿受任何的罪责，但是你也别想跑。公子去吧，但只怕。 这罪责，公子也承担不起。赵燕早已结怨，我不过再推一把。公子何必恼怒？与其去想遥遥无期的战争，不如好好想一想，该如何夺得王位才是。 你什么意思？此事过后，公子的地位岌岌可危。你要去告密的话，那就去吧。王上对我的宠爱人尽皆知，只怕还未扯我下水，你已万劫不复了吧？韩琼华。 你果然是步步为营，心机可怕。多谢公子赞赏，待会儿琼华还要赏花，公子慢走。少妃，这下他们可傻眼了。不过，若赵人解不开这风筝之谜，不就上不了钩了吗？这样的话，就得劳动我给他们提示了。 那为何不写得明明白白，弄得四块布帛，多麻烦啊！好玩啊！好玩？瞧得上的人，我才愿意跟他们玩一玩。若是瞧不上，我连看都懒得看一眼。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？慢慢瞧吧。我要脚踏个天翻地覆。